有時我睇睇下，會以為自己有幻覺，我會諗會唔會所有嘢都係我幻想出嚟嘅咧？直到我睇咗啲片好多次之後，發現咗呢個小動作，而且每次做完呢一個動作，另一隻黑猩猩就會有反應。我知佢一定有佢意思。卡芙蓮揾到超過60個動作，而且有超過19種意思。停。帮我梳毛，我哋仲继续留意到佢哋有好多新动作。行近啲，我谂喺动物同人类嘅翻译方面，停呢度可能有最多翻译咗嘅意思，系啦。我哋做朋友，而且比起好多其他动物嘅沟通系统，呢度有更多资料。我哋喺度嘅了解比起喺其他地方多好多。我哋交配啦。